要不聊聊是吧？前两天去密室逃脱出来了吗？逃出来了，我原本想跟我们讲，就是讲线索。你们玩的什么主题啊？重庆主题，就是恐怖的主题。回重庆还去玩什么了吗？没有，可是我现在工作事工不了那么多。行啊，喜欢不吹吗？吹啊吹啊吹啊。